吴莫愁当伴郎和张伟新婚，互换男朋友，渴望脱单网。一娱乐6月3日报道。6月3日凌晨，吴莫愁晒出自己出席好朋友张伟婚礼照片。照片中可见吴莫愁帅气潇洒的伴郎扮相，帅气有范儿。同时吴莫愁不忘表达脱单愿望，他表示，我这么 man 什么时候能有个懂我的男朋友。昨日首届中国好声音学员张伟与妻子杨烨在巴厘岛举行婚礼，作为张伟好友的吴莫愁居然当起了伴郎。吴莫愁发文写道，第一次做伴郎，请多指教，终于有姑娘愿意嫁给你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他的慧眼一定是看到了你身上最珍贵的单纯与真诚，要幸福哦。我这么 man 什么时候能有个懂我的男朋友。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仅表达了对张伟杨烨婚姻的祝福，也透露了自己对恋爱的渴望。不仅仅是吴莫愁自己，网友粉丝也为自家爱豆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，希望咱家莫愁早点找到那个对的他，希望默默找到属于你的另一半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胡梦瑶 NK5655 分享。咱相关阅读，他侧着身子躺进被窝，一股浓郁的奇异的气息使他沉迷。小娥迎接他的到来，钻进他的怀里。他再次清醒地提示自己不能急迫慌乱，用他的左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后颈和脊背。他感到他的手臂一阵紧过一阵地箍住他的后背，把他美好无比的奶子微贴到他的胸脯上。他的温热的脸腮和有点凉的鼻尖微着他的脸颊，发出使他怜悯的轻微的喘息。他控制着自己不把嘴巴贴过去，那样就可能使他完全失控。他的手掌在他细腻滑润的背脊上抚摸良久，就扩展到他的靠干而上。他在他怀里站立了一下，他抽回手，从他柔软的头顶抚摸下去，贴着脖梗，通过腰际掠过臀部，下滑到大腿、小腿，一直到他穿着睡鞋的小脚，便得到了一个统一的感觉。他又从他的脸庞搭手掠过脖梗，在那对颤颤的奶子上左右圈抹之后，滑过软绵的腹部，又停留在他的最终目标之上。小娥开始喃喃喃喃扭动着腰身，他已经从头到脚一点不漏地抚遍他全身的每一寸肌肤，开始失控，于是便完全撒僵。他仰起头来，恨不能将那温热的嘴唇咬下来细细咀嚼。他咬住他的舌头，就不忍心换一口气丢开。他吻他的眼睛，用舌头舔他的鼻子，咬他的脸蛋，亲他的耳垂，吻他的胸脯，最后就吮扎他的奶子，从左边吮到右边，又从右边换到左边，后来就依恋不丢的从乳沟吻向腹部，在那儿像是喘息，亦像是准备最后的跨越，默默地隐伏了一会儿，然后一下子滑向最后的目标。小娥急促地扭动着腰身，渴望似的呢喃着叫了一声大雅。陆子霖一扬手掀去了被子，翻身爬扶上去，在茫茫草丛里冲突之后，便进入了发疯似的摇拽扇摆起来。大的个亲蛋蛋呀，鹅儿娃呀，大爱你都爱死了，其实觉得白鹿远。李性爱描写很厉害，写了很多夫妻情人的性爱亲密，但没有一次是重复的，描写完全不同。马蓉为何会激怒王宝强曝光离婚？任达华、王宝强说出了真相。去年王宝强和马蓉的离婚事件跟前段时间的白百合一纸戳事件一样，轰动了全国。当时事件曝光时，
很多细节都被挖了出来。马蓉和宋哲这对奸夫淫妇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。当时马蓉和宋哲还发布假消息污蔑王宝强出轨，想要以此来改变形势，事后证明这些都是彻彻底底的污蔑。王宝强本身是一个淳朴老实的人，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线明星，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。遇到这种事情，真是非常不幸。前段时间，逐渐走出阴影的王宝强，才说起这次事件的一些细节。他表示，实际这件事比想象中还要可怕，没法详说，大家都懂得。王宝强这么一说，大家都联想到他的那次车祸事件。任达华也站出来为宝强说话，他表示当时那个大货车一直在附近兜圈，看着像在等待什么一样。当时的路非常宽，这样还能撞到，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。如果这一次都是巧合，那实在是太巧了，女友也有孕。 C 罗姆否认他不会再当霸葡萄牙足球选手。 C 罗 Cristiano Ronaldo 是现今世上身价最高的足球员，他与现任女友乔吉娜最近到赫西加岛度假，听见乔吉娜小腹突出疑似有孕，不过 C 罗妈妈却驳斥 C 罗再也不会当霸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 C 罗与乔吉娜近日前往科西加岛度假，上周 C 罗在 IG 分享出游照，发现乔吉娜小腹凸起，引起议论纷纷，怀疑她怀孕。对此 C 罗的妈妈则否认，真是鬼扯，她只是把手放在肚子上，而且就我所知， C 罗再也不会当靶遭 TOP 拖累。Big Bang 国家宣传大使恐取消韩团。 Big Bang 成员 T.O.P 吸毒案震惊粉丝，不但影响所属公司与娱乐股价，损失超过8亿，连带 Big Bang 的代言也都受影响。他们去年担任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 Creative Career 宣传大使，若 T.O.P 受刑事处罚，Big Bang 将会卸除代言人资格。Big Bang 在海内外拥有高人气，南韩政府看中他们在年轻族群的影响力，邀他们担任国家形象宣传大使，希望能对外宣扬韩流。但 TOP 被曝吸食大麻，检测未阳性反应，又也喊认他吸毒。此行为对青少年族群造成不良示范，因此有舆论认为 Big Bang 不应该再继续担任与国家门面相关的工作。对此，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表示， TOP 若受刑事处分， Big Bang 将无法继续担任宣传大使工作。如果 TOP 吸毒罪名成立，将会面临1年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，且需重新入伍。至于是否也会遭军法惩处，则需待查结果出炉再讨论。